好，再来一个叫 demo 三 final f i n l final， 保存一下 demo 三。好 ，final 修饰的变量初始化实际，然后在这里面来看一下啊 ，class， 然后呢随便起个类叫做 demo， 然后呢这里面呢有一个变量叫做 int。number， 那么上来呢咱们先给一个10 public void， 然后 print， 然后要打印这个 number system.out.println 然后打印这个 number， 能看懂这意思吧？好，那我们创建对象要调用这个方法，是不是得创建对象，创建 demo 对象， demo d 就等于new一个 demo。创建对象之后呢，来一个 d 点 print， d 点 print， 来编译运行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给它加了一个 final， f i n a l， 好 final， 然后再来看哈，编译运行是不是也没问题啊？哎，这种叫做显示初始化。那如果说我在这里面不加，哎，不加这个 int number 等于10，那这样行不行呢？哎，肯定有同学会说行，因为他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个默认初始化值是0啊？好，来看编译，是不是出错了？他说可能尚未被初始化变量 number。有同学老师，你这个不成员变量吗？成员变量不有默认初始化值吗？我们 final 啊修饰的值只能被赋值一次，所以他特别的珍惜这次赋值。你这个 int number 呢，它是有个默认初始化值，但是这个值是无效值。那么成员变量的默认初始化值是无效值。你看，我用 final 修饰了，仅有一次初始化机会，结果你还给我一个无效值，给我一个零，那我有什么意义呢？是不是就没有意义啊？所以在这里面你就必须对它进行显示初始化赋值等于10，这能理解吧？好，那么这是显示初始化值赋值。然后呢还有一种方式，说在对象的构造完毕之前即可。那么构造完毕之前是不是构造方法呀？ public demo， 然后呢括号大括号，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来一个 number 等于10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就把这个给删掉了。现在它没有进行显示初始化，对不对？那么这里面是不是一个无效值？但是呢你要去创建对象的时候呢，你是不是肯定要走这个构造方法？那构造方法这里面是不是对它进行赋值了？然后你得创建完对象之后你才能调用这个方法啊。那也就是说你赋完值之后才调用这个方法，那我再输出 number， 是不是它是有值的了？好，来看编译运行，看到了吧？可以，你用这个构造方法对它进行初始化也是可以的。哎，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啊，一种是显示初始化，一种是构造方法初始化。有同学有想法了，说老师能不能同时来，你说呢？能不能同时来啊？这里面我给一个5，可以吗？来编译怎么样？是不是人说只能复制一次啊？你这现在两个双管齐下，是不是相当复制两次啊？所以不要同时来哈。好了，那这就是 final修饰的这个变量，它有两种初始化，一种是显示初始化，一种是在对象构造完毕之前，就是通过构造方法进行初始化。好了，这个知识点呢咱们在这保存一下。